这名男网友就以女孩你愿意嫁给我吗为标题开始了他的深情求婚告白文。男网友表示自己是趁着女友睡着了之后才有机会拿你的手机跟你说这些话，述说着两人多年来细水长流的甜蜜爱情点滴。我是个不浪漫的男人，也不爱放闪，这点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在路上我不喜欢牵手，在外面总是一脸冷酷，连我爱你我也不说。小我四岁的你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每天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我身边蹦蹦跳跳。有时候因为朋友工作忽略了你，你也是安静嘟嘴在旁边等我。我很庆幸也很心疼你的懂事，睡前摸着你的头发，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的注定了。原本我以为我这样的人大概是要孤老终身了，虽然对身边的人动过心，但最终还是没有在一起。当我这样认为的时候，你撞进了我的生命里面，很大力，很冲击。伴随你笑容而来的是无尽的欢喜。在一起的这五年来，我曾无数次地问过你，后悔吗？选择我这样一个不甜蜜的男人。你总是将嘴唇凑了过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声我爱你。当下的感动是无法言语的。女孩，谢谢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文末。男网友也叮咛，如果女友明天早上从手机中看见了这篇文章的通知，就请你走到我们一起布置的小客厅，在哪里我会用最帅的模样与满满的鲜花来迎接我未来的太太，然后深情问道，你愿意嫁给我吗？示意图。这篇超浪漫的求婚 po 文一出后，立马就引发网友狂热的关注，许多人都感动留言，看完瞬间起鸡皮疙瘩，嫁给他。但前提是要先看到啊，嫁了拉丁的有点浪漫哎，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搏动的心，祝福你们又心叹号，心叹号，心叹号。但是也很担心原 po 万一早上起来没看到的话，那不是 GG 了。心急又开心地期待男网友的好消息，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隔天早上，后文终于传来了新动静，而且还是女主角本人来报喜的。她甜蜜留言，我是原 po 的女友啦，啊，现在是未婚妻，谢谢大家的留言哦。她今天早上还真的睡在客厅，这篇文我也是刚刚看到的。她真的很笨，这是她做过最浪漫的事了。我们预定我毕业后就会结婚了，谢谢大家。这样的美好结局真的太感动人心了，祝福这一对小两口往后还是一样恩爱甜蜜，继续放闪，让大家一起感受这份幸福和正能量。恭喜恭喜 Tilda。